是哪个是给我看看在哪里？手指的指，你在哪里啊？我给你看，你在那里读，爸爸开。这是什么？指。哪个在哪里？是哪个地方叫指？啊，这个叫指。那个呢？脚有指的吧？脚趾头有吧？哎，也是这个指，对吧？爸爸给我看看。你再读，再读。跪着给你看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字。你先要拍一拍才有的看。爸爸在拍你认字，你一看了就没有了。快点，跪着给你看，不好就好看了。哎，这个呢？高。哎。跪。这个呢？啊。他。不对。他。女的他。这个他还是这个他？男的他，女的他？女的。女的他啊，女的他，指给我看看。他谁呀？他。外婆，外婆，妈妈，你的她，对吧？这个呢，哈哈哈哈，哈哈，这什么？舌头。哦，这个没教过。舌。哦，是哦，这个教过的，舌头的舌，是吧？舌。是舌。这个呢。舌，舌头的舌。这个。跳，看一看，跳。jump。他晓得呢。怪儿子，你这个。啊。都不知道。哦，这个没教过。啊，没教过。讲过一次，讲过一次。站着，站立，站着，宝宝站着，不是坐着，晓得吧？看，这个男孩站着。有点像身份证两个字领。这个呢？这个智能的吧，这个智能的吧，足球，这个呢，我们家有啊，那边外婆后面是什么？前面一个是啊，外婆后面是什么？冰箱。对吧？看你把背面呢，背面有一个词组呢，有一个语言，对吧？讲的什么东西啊？阿布，你不要看。这个，这什么字？七十五柱。柱。有。看，我是拿外婆拿我的东西了呀。嗯，六，这个能的吧？姐，来这个，儿，对了，哈哈哈哈，都认识。我要看。啊，再认一个，再认一个。再认一个。大。哎，好。